你好，我是老鸭说，现在是在西东京巴士的五龙石路公交车上。本次视频是五龙石路巴士行车轨迹记录的第六段视频，下一站是第十三站追分。追分站无人上下车，不停车通过。下一站十二十里目。不知道为什么十里木站有很多人上车。下一站十一板下。下一站实习护舱。西护舱站无人上下车，不停车通过。下一站九护舱。
下一站八泽步桥。下一站吉细小中野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未完待续。